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国际金融与会对第十五讲的课程。今天呢，我们还是要同跟同学来谈呢，我们课本的第五章外汇交易。那这讲是我们在进行外汇交易的第呃三个讲次了。那从这一讲开始，我们跟同学要来谈的是远期外汇交易。首先，我们看到今天的课程大纲，今天我们主要跟同学来谈远期外汇交易的意义，还有呢，先谈远期外汇的避险的操作。 好，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单元就是远期外汇交易的意义。那什么是远期外汇交易呢？它指的是外汇买卖契约双方约定在未来一个特定的日期，用事先约定好的汇率和金额来进行交割的外汇交易。 那当然了、啊，我们呢在之前呢、啊、跟同学呢提到很多的这个呃远期外汇交易的概念啊，不管是我们在讲到外汇市场啦，或者是外汇汇率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已经跟同学有提到过了。远期外汇呢，它指的就是先约定好一个汇率，然后呢等到约定好的时间到的时候呢，我们再来进行交割。 啊，好，那么呢，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呢远期外汇交易契约呢，那我在约定的时候呢，主要的约定项目有哪一些呢？我们主要要约定呢，大概有四个项目，第一个呢是有什么样的交易币别，第二交易金额有多少。 第三呢，汇率是多少啊、呃？远期的汇率是多少？第四的话呢，那当然就是哪一天是到期日了。那这个是呢，在呃约定远期外汇契约的时候呢，呃主要的一些约定的项目。那唯唯有呢，先把这些东这些项目呢，先敲定下来。那么未来呢，我们在交割的时候呢，才能够依照之前约定好的这个啊、呃、这些呃内容呢来进行交割。那么我们用个例子跟同学来做说明吧。 首先，我们来看到呢，假设我们约定的是啊、呃，这个、呃、三个月后的这个远期呃交割的这个呃外汇啊、呃，那么今天订约了，那么今天的话呢，B 银行报价美元对台币呢三个月的远期买入汇率是三零点一二。 那么 A 公司呢，跟 B 银行签订一笔三个月的远期外汇契约，约定三个月后呢，用三零点一二的汇率向 B 银行呢来卖出啊这个一百万的台币，呃一百万的美元。好，那么所以呢，因为它是要卖美元，所以是用银行的买入汇率。那么签订好了契约之后呢，三个月后，三个月后到期了，要交割。 三个月后到期交割呢，那么当然呢，就是要由 A 公司呢要支付一万一百万美元给 B 银行，由 B 银行呢买进这一百万美元，然后用之前已经约定好的汇率三零点一二呢，那么兑换成呢呃新台币，那么交给 A 公司。那在这个契约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当事人是 B 银行跟 A 公司，汇率的话呢是美元的买入汇率三零点一二，而金额的话呢是一百万美元啊，到期日的话呢是三个月之后。 啊，好，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啊。那当然呢，呃，在呃进行远期外汇交易的时候呢，这个银行啊，跟呃。 就是 B 银行跟 A A 公司啊，那么他们呢签订这个远期外汇契约，三个月后大家都必须要依照这个契约的内容呢来履约。那可是呢，如果说 B 银行呢，他对 A 公司啊，那么未来履约呢比较没有那么有信心的话呢，那可以在呢订约的当时啊，先要求 A 银行呢缴一点保证金啊，那么来保障呢这个呃呃到时候呢啊 B 银行呢它确实呢是呃可以啊，那么呃跟 A 公司呢来进行呢这个呃美元跟台币之间。 边的交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呢远期外汇交易的期限呢、喔，理论上的话呢，远期啊、喔，它指的是三天以上的都称之为是远期。可是呢，实物上啊、喔，很少有报三天远期汇率的了啊。一般的话呢，大多都在七天以上啊。而比较多的话呢，多数都会报规格化的期呃日期啊，比如说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或者是呢三十天、六十天、九十天等等的这样子的规格化的这个呃期限啊。 那么呃，至于啊，那么在这个远期外汇的这个嗯呃交割哈、啊，那么还有呢，它这个呃报价啊，那么买入汇率、卖出汇率等等的，这个呢，我们在之前的这个外汇市场或者是外汇的汇率的时候呢，我们都已经跟同学有提到过了，所以我们在这边呢就不再多说了啊。那么接下来的是我们的 Q&A 时间，我们看看问题是什么呢？银行通常以什么方法防止顾客在远期外汇契约到期时不办理交割？ 好，那么刚刚我们已经提到过了哈，为了防止呢各个顾客到期不交割，那银行通常用什么样的方法呢？我们来看解答。为了避免顾客到期不依约办理交割的风险，那在签订远期外汇契约的时候呢，银行通常会要求顾客缴交保证金，而保证金的额度呢会依照银行对顾客的征信结果来决定，并没有一定的标准。至于银行之间远期外汇交易呢，通常是不互收保证金的。 好，所以呢，这个保证金，大家就是有银行跟顾客之间交易的时候呢，那么银行呢会斟酌情况跟顾客来收保证金。那一定要收保证金吗？也不一定。如果呢，他对这个顾客呢完全没有啊这个信用上的顾虑的话呢，也可以不收保证金。而保证金的这个额度呢，也没有一定的标准啊。那呃。 但是呢，呃，同学也许会有疑问，那顾客要不要跟银行收保证金呢？那倒是没有的哈，通常是银行跟顾客征收保证金的啊。好，那么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哈，我们下一个单元呢、啊，就是外汇远期外汇交易的功能啊。那么呃，远期外汇交易呢，跟即期外汇交易一样啊，我们在前几讲跟当中跟同学有谈到啊，即期外汇交易呢，可以啊进行避险。 然后呢，进行套利、套汇，还有投机等等的这些功能呢，在远期外汇交易当中呢，它也都可以啊，也都可以来使用，也都具备这些功能。那我们今天这一讲，跟同先跟同学来谈呢，远期外汇交易的避险功能。那么，怎么利用远期外汇交易来进行避险呢？最主要的话就是说呢，一般的进出口贸易商或者是投资人。 当他预测啊预期未来即将要收或者付外汇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利用远期外汇交易呢来避免汇率变动的风险。而这种避险的方式呢，我们就称之为是远期避险或者是远期对冲。那怎么样利用呢？呃，远期外汇交易的方式呢，来进行呢这个避险？那我们在前几讲跟同学提到过，怎么利用极其外汇交易的方式来进行避险？ 啊，那这个的话呢，跟远期外汇交易来进行避险呢，这个交易的方式不太一样哈。那么同学，我们要稍微呃区分一下它们之间的差异啊。一样的，我们举个例子跟同学来做说明。美元跟台币之间的汇率呢，即期是三零点五零，一个月的远期是三零点四零啊。也就是说呢，一个月的这个远期的美元呢是比较低的啊。那么厂商呢，他如何来进行避险呢？假设 今天呢，有一个厂商呢，他进行啊国际贸易的出口商，出口一批货物到国外，那么他预测一个月后呢，可以收到货款呢，是一万美元。 但是他就担心了，担心呢？从今天到一个月后啊，收到美这个货款的这個一个月后呢，这当中如果汇率有变动，尤其是一个月后呢，美元如果贬值了，那因为他是要收美元的嘛，所以呢，他当然担心美元会贬值。那万一美元贬值的话呢，他可能就会因为这样而产生损失了。所以怎么办呢？那么今天就要开始来做避险的措施了。那么今天怎么来做避险呢？他就要预售一个月的美元一万。 啊，一万美元，先把预期一个月后可以得到的一万美元先卖给银行，那、啊、先卖给银行。那么等到一个月后呢，当他呢啊真的呢收到这个一万美元之后呢，那么他就可以来进行交割了啊。那么利用呢收到的这个呃一万美元的货款呢，那么跟银行呢来进行交割，将一万美元交给银行，那么可以呢收到呢三零四零零零的台币。 那这个呢，其实在今天啊，它就可以确定了，因为今天银行报出来的汇率呢是三零点四零，也因此我们来看一下避险效果，在这个例子当中呢，是不论一个月后美元台币的即期汇率是多少，啊，出口商他都可以确定可以用一个月前跟银行所约定的汇率三零点四零来售出美元，也就是说，今天他就可以确定一个月后他可以收到三十万四千台币了。 啊，好，那么这个是以出口商的例子来说，我们呢来看看了、啊，如果说呢同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我们现在是进口商，进口商也可以避险吗？当然可以，进口商要怎么样利用远期外汇交易来进行避险呢？我们看看下面的例子。那么进口商呢，他从国外进口一批货物，他预期一个月后要支付一万美元的货款，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会担心了。 担心什么？担心一个月后，如果美元对台币呢是升值的，他担心美元升值，跟刚刚出口商所担心的不一样。为什么他担心美元会升值呢？因为他如果担，如果美元升值的话，那他就必须要用更多的台币才能够买到一万美元，支付到国外去。也因此，他必须要在今天就做好避险的措施。避险的方法是什么呢？他要跟银行预购，先预买一个月的。 美元啊，一个月的美元。好的，预购了之后呢，那么等到一个月之后啊，那么需要支付货款了，那么我们的远期外汇交易呢也到期了，那么我们呢就用三零四零零零的台币跟银行买进一万美元，然后呢用这一万美元支付到国外去。那这样子的一个避险效果是什么呢？是不管一个月后美元跟台币的即期汇率是多少。 这个出口商啊，他都可以用一个月前就已经跟银行敲定好的汇率三零点四零来交割美元啊，所以呢，他就可以很确定的，他就是用三零点四零，他也不用管到时候的汇率是多少。所以在这个月当中呢，他就可以非常的放心，可以非常的笃定，也不用去担心美元到底是涨还是跌了。 那么这个呢，就是很简单的啊，透过远期外汇方式呢，来预购或者是预售美元，来固定我们的未来交割的汇率。好，那么课程进行到这边呢，接下来是我们的 Q&A 时间，来看看有什么问题呢？如果一个月后及其汇率为三零点零零，出口商有达到避险目的，但是进口商反而因预购远期美金而比较不利。 对进口商来说，这样不是反效果吗？好的，那么呢，呃，我们啊说啊，这个呃，不管是预购或预售，那都可以呢，固定未来的汇率。可是呢，未来汇率会怎么变动呢？可能呢，会变得比我们好啊，这个预期的好，可能会变变得呢，比我们预期来的差。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当然呢，是我们不能够控制的。好，所以根据刚刚的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给同学解答如下。 如果一个月后的即期汇率是三零点零零的话，那么对出口商来说，有预售美元可以收入三零四零零零的台币；没有预售的话呢，它只能收到三十万台币。所以有预售是比较有利的。但对进口商来说的话呢，有预购美元的话呢，它反而要支出比较多的台币。 因为没有预购美元的话呢，他只要支付三十万美啊三十万台币的啊这个呃支出，那有预购的话呢，反而要多支付四千块台币，就反而比较不利了啊。好，但是呢，我们来看看厂商进行远期外汇交易的动机是什么？如果他的动机是为了要减少可能的汇兑损失，或者是为了要赚取可能的汇兑利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对汇率有所预期，也因此。 汇率的变动对他来讲就有所谓的汇兑利益或汇兑损失。但是如果说厂商进行远期外汇交易的动机，他只是为了要确定未来的成本或者是收入，他并不对汇率呢有所预期，他纯粹只是将远期汇率视为是一个计价的标准。那么， 意思就是说，日后纵然有所谓的汇兑损失，那他也不把它视为是汇兑损损失，他把它视为是一种保险费的支出。而纵然呢，日后有所谓的汇兑利益，那么他也不会把它当做是他本来就可以赚到的汇兑利益，他是把它视为是一种额外的收入。也因此，厂商进行避险的心态就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你只是为了要。 固定汇率，那这个时候未来汇率怎么变动，其实呢对你来讲应该是没有影响的。但如果你对未来的汇率是有所预期，啊，你预期它可能会比较好，那么可能会有汇兑的这个收益。那这个时候可能呢，因为汇汇率变动的方向跟你预期不一样，那么你可能就会有所失望。 那好，那但是我们这边讲到，就是说你是要做避险的啊，你只是为了要固定啊，固定这个汇率。那这个时候的话呢，那么呃，我们把这个固定的汇率当做是我们的一个呃计价标准啊。那我们希望能够获得的是交易上的一个收益，而不是希望获得呢汇率变动所带来的汇兑收益。好，因此我们就看到啊，一般的厂商对于远期外汇的这个操作的态度。 一般可以分成以下三种：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对所有的交易呢，他都签订远期外汇契约；第二是只有在买卖远期外汇啊，有可能对他比较有利的时候，他来进行操作；第三的话呢，是他不从事远期外汇操作。那么这三种方式的话呢，啊，那么当然呢是要怎么来进行呢？其实啊，啊，并不一定。 完全要看厂商呢，他对于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呃汇率的变动，那么他的一个态度是怎么样？有些厂商的话呢，他完全不希望啊有承担呢远期外汇的呃承担这个汇率变动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任何可能会带来这个这个呃汇率变动风险的，他都一定会去呢这个进行啊这个避险。那有些厂商是具有他觉得说市场上呢预测。 未来汇率的变动对它比较不利的时候呢，它才进行避险。如果未来汇率的变动对它比较有利，它预测是这样的话呢，它可能呢就会呢，哎，这个呃呃不进行避险，那么呃可能会等着哈，那么未来可能产生的汇兑的利益。那另外的话呢，有些厂商是绝对不从事啊，这不不从事这个避险这个呃操作的啊，那么他就是看着未来的汇率变动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这个完全要看厂商啊，对于呢风险的偏好，还有的对汇率的预测，以及呢自己对于呢风险的这个承受能力，或者是说呢这个汇率变动到底对它有多大的影响，来决定呢它到底要来怎么来进行，它面对呢这个汇率变动风险，它到底要不要进行呢这个避险操作啊，它的选择。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到啊，我们在呃上一讲当中有跟同学提到过，啊，即期外汇交易呢可以来进行避险。那我们这一讲又提到呢远期外汇交易呢也可以进行避险。那这两种避险操作方式，操作的方式有什么不同？而操作的结果又可能有产生什么样的差异呢？我们跟同学呢稍微来做一个比较。 那么我们用呢，在前前几讲当中，我们所谈到的这个极其外汇的避险的这个例子啊，那么用这个例子直接来做比较啊，那么这样的话可以比较容易能够呢来做这个呃呃这个对照啊。那么呃，我们上次讲到的这个例子呢，那是说呃澳币对美元的汇率的话呢是零点九二四六五六，那么澳币的利率的话呢是百分之三，美元的利率是百分之一啊。好，那么用同样这样的一个数字的话呢，我们来看到哈，做出口避险的话呢。 那么我们上次讲及其对冲啊，出口商呢，它出售澳币的实际有效汇率是零点九一五五啊。那么根据呢啊这个呃 IRPT 啊利率评价理论的话呢，那么我们知道哈、啊、远期汇率呢应该要反映两国的利率差距。那么也就是说呢，澳币的利率比较高，那么远期的澳币它应该是要贬值的。 啊，所以透过这样的公式计算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算出来呢，远期的这个呃澳币的这个利率的话呢，它应该是啊要等于零点九一五五。好的，也就是说呢，它等于我们在做即期对冲的时候的那一个啊应有的一个呃避险的有效汇率零点九一五五。那么来比较看看，如果说六个月的远期买入的汇率。 啊，远期买入汇率啊，市场上报价的远期买入汇率，如果是小于零点九一五五呢，啊，等于零点九一五五或大于零点九一五五，那么它结果会怎么样呢？如果小于零点九一五五的话呢，那么远期避险的效果是比较差的，因为用极其避险的话可以在零点九一五五，那用远期的话呢，反而比零点九一五五要来得低，那这个时候当然就是避险效果比较差，我们呢当然就会建议你采用极其对冲。 那如果说是等于零点九一五五呢？那当然，不管你是用即期或是用远期的对冲避险，两者的效果是一样的。所以呢，你要用哪一种都可以。那么如果说呢，未来六个月的买入汇率是大于零点九一五五的话呢，那我们就发现远期的避险效果是比较好的，它可以换得到比较多的呃美元回来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当然就会建议你采用远期的对冲避险，而不要采用极期的对冲避险了。 啊，好的，那么所以呢，啊，在这样的比较里头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了、啊。那么，呃，在做避险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己先啊预算一下啊。那么，极其对避险的话，它的汇率是多少？远期避险的话，它的汇率是多少？因为极其对冲的话呢，它这个零点九一五五，我们事前可以算得出来的。远期避险的话呢，这个汇率银行也已经报给我们了，也不会变的。所以比较以后，我们就知道了，用哪一种避险方式会对我们比较有利。 好，那么刚刚说的是出口避险，我们接下来看的是进口避险。如果是对进口商来说的话呢，在采用进口避险呢，那么我们在这个极其对冲的例子里头跟同学有提到过，它极其啊对冲呢，它买入澳币的有效避险汇率是零点九一六五啊零点九一六五。如果你有点忘记的话呢，那么就要请你呢翻到啊这个极其对冲的这个啊部分的课文里面呢去看一下。 好，那么呢，根据啊这个呃即期汇率，还有呢两种货币的这个利率呢，我们根据利率评价理论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一个均衡的啊均衡的这个远期汇率，六个月的话呢，它应该是零点九一六五，也就是我们进行即期对冲的时候的那么的这个避险的汇率。可是市场上所报出来的六个月的远期卖出汇率，它不见得是这个汇率啊。 啊，所以呢，我们就来比较一下喽。如果六个月的啊远期的这个呃卖出汇率，那么是大于、等于、小于零点九一六五的时候呢，那又是如何呢？首先我们来看到，如果是小于零点九一六五的话，那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避险效果是比较好的啊，因为呢，进口商可以用比较少的美元就可以买到十万块的澳币啊，所以呢，我们就会建议呢采用远期对冲避险。那么如果说呢？ 未来报就报出来的远期汇率呢，是等于零点九一六五的话呢，那么极其地避险跟远期避险的效果是一样的，所以呢两种都可以。那么如果说是大于零点九一六五的话呢，那么用远期避险的效果呢就会比较差，因为呢它哈哈要需要比较多的美元才能够买到十万澳币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建议呢采用极其对冲的避险的方式呢会比较好。 啊，所以呢，我们透过哈、啊、这个即期对冲跟远期对冲呢，这样子的一个互相比较说明呢，那么相信呢同学呢就能够更清楚的了解哈、啊、这两者之间到底是怎么样来进行，那么他们彼此之间呢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而避险效果又有什么样的这个呃不一样呢？好，那么课程进行到这里呢，接下来是我们的 Q&A 时间，我们看看是什么问题。顾客会基于贸易或投资的避险需求进行远期对冲。 银行也会利用远期交易来避险吗？好的，对于银行来讲的话呢，这个远期的对冲它用得上吗？答案是是的，会的啊。银行呢利用远期外汇交易来避险的方式呢，称为远期的抛补。也就是说，当银行持有过多的外汇长部位或短部位的时候呢，它会将它所手中所持有的外汇长部位在远期市场当中卖掉，或者是。 在远期市场买入外汇呢，来补足它短少的部位，避免因为部位的不平衡所产生的汇率变动风险。所以呢，不是只有在我们刚刚的例子里面呢，一般的呃进出口贸易商或者是投资人呢，他才会利用到远期的外汇交易方式来进行避险。事实上，银行呢，它也可以利用远期外汇交易的方式呢，来规避它可能会面临的汇率变动风险。 啊，来抛补他手中的这个长部位或者是短部位。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的话呢，我们要跟同学来说明啊，在我们课本的实力演练了、啊、第五之三之二，同学你们可以把课本打开啊，实力演练五之三之二，在这个例子里面呢，我们要详细的跟同学来比较一下，极其对冲跟远期对冲到底它。 要怎么来进行？而如如何在既有的条件之下来比较两种不同的对冲避险方式，它的一个好或者是这个劣啊？我们这个例子是说呢，日本的进口商预计三个月后将会支付一笔货款是两万美元。那为了避免三个月后呢，因为日元贬值啊，那么使得呢兑换的支出要增加，就是要要更多的美日元才能够买到两万美元，所以呢，它你。 利用呢外汇操作来固定汇率。那么目前市场的报价呢是极其汇率一百点四五六五，三个月的远期汇率是一百点六五八五。而利率的话呢是美元百分之一，日元百分之二。我们要比较极其对冲跟远期对冲两种方法，到底哪一种比较好？我们要选择比较好的对冲方式。好，那么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极其对冲呢。如果是用极其对冲的方式来避险的话，那么 我们的方法是，今天我们要跟银行借，进口商呢要借本国币，借日币啊。那么借这个金额的日币，我们上次在讲到及期对冲的时候就讲过哈。原因呢是因为要我们呢在过程当中会逐一的把这个汇率还有这个利息呢把它消去掉，所以我们是借一个分子是两万乘一百点六五。 分母是一加百分之一乘十二分之三啊，那么这个利率的话是美元的利率哦。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借进来的这个日元要马上在即期市场上要换成美元，换成美元的话呢，那么就要乘上啊这个呃，就要除呢一百点六五，那这个的话呢就可以把这一百点六五呢把它呢消掉了，那么就剩下的美元的金额就是两万除一加百分之一乘十二分之三三个月。 啊，那么呢，就先放在货币市场，因为呢，这个会有利息的收入啊。那么美元呢，有百这个百分之一的利息收入。好的，那么我们来看到三个月后结果如何呢？三个月后呢，那么我们这个美元呢，这个存款本息呢，就可以呢啊，啊，百分之一的利息三个月，那么是不是就跟分母消掉了，就剩下了美元呢有两万块？那这美元两万块是不是刚好三个月后了？这三个月后的这美元两万块就刚好可以直接支付国外的。 啊，这个货款可以直接到支付支付国外的货款。那么我们之前不是跟银行借了日元吗？那么这个借的日元三个月三个月到期要还了。那么日元的利率的话是百分之二，那我们还在乘上一加百分之二乘十二分之三，得到呢现在要偿还的日元的本金跟利息呢，总共有二零一八零二零。那么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利用。 啊，这个即其对冲的方式，最后的结果是支付二零一八零二零的日元，跟银行呢换得两万美元，那么实际的有效的汇率呢就是一百点九啊，一百点九，所以等于呢对于呢啊进口商来说的话呢，它适用的这个呃有效的汇率呢就是一零零点九零。好的，那么这是即其对冲了。接下来我们看到，如果我们用远期对冲的方法来避险，那么效果又是如何呢？ 那么进口商呢，用远期的这个方式来避险的话呢，就直接是用银行所报出来的远期汇率，啊，远期汇率一百点八五来预购，预购啊这个呃两万美元。那么三个月后来进行交割啊，那么三个月后交割的这个两万美元呢，就可以直接用以支付国外的货款。 好，那么因此的话呢，在远期对冲的话，它就比较简单了。它的实际有效的这个汇率的话呢，就是一百点八五啊，一百点八五。好的，那么一个即期对冲的话呢是一百点九零，远期对冲的话呢是一百点八五。那么我们比较一零零点九零大于一零零点八五，所以呢我们就发现了远期对冲的。 这个避险效果呢是比较好的啊，因为远期对冲的话呢，它适用的利率、汇率呢比较低，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日本的进口商他可以用比较少的日元来换到呢这两万美元啊，所以呢这样比较之后呢，那他就知道了，他要用远期对冲，他不要用即期对冲。而事实上的话呢，这两种对冲方式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不同，就是呢远期对冲它是签订远期契约。 那么，因此的话，对厂商来说，他通常只要支付一点的这个保证金啊，那么就可以呢跟银行签订这个远期外汇的这个契约，然后到期的时候再进行交割就可以了。 可是，如果我们进行的是极其对冲的话，厂商呢，他要先借款，或者是他必须要先有一个呃自备的资金啊，那么他才能够来进行极其对冲。而如果说呢，他现在没有银行给他的贷款额度，而他自己也没有自备的资金的话，要进行极其对冲，他可能就会比较困难。 啊，所以呢，就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呢，那当然对厂商来讲啊，那么比较呃可行的啊，那么比较好好的一个对冲的方式的话呢，应该就是远期对冲了。但如果说我们比较之后发现，即期对冲对我们比较有利，而我们又能够呢获得这个融资，或者是我们有自备的资金的话呢，那当然利用远即期对冲的方式也是可以的。 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同学啊谈到呢远期外汇交易，那么同时呢，呃跟同学介绍了如何利用远期外汇交易的方式呢来进行呢避险，也跟同学呢比较了即期避险还有远期避险它彼此之间呢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啊？那么希望同学呢都能够啊，那么在课后呢，呃将啊我们这个呃。 课本后面啊，那么有一些呢，这个实例的演练啦啊，或者是呢这个练习啊，那么甚至后面的这个习题呢，那么都可以呢拿来哈，那么自己再练习一下。那么至于后面的这个课本后面的这个习题的话呢，我们呢在这个呃课业辅导里面的话呢，也都可以跟同学呢做解答。但是呢，我希望同学呢自己能够先做，做完了以后呢再去看这个解答，那么对照看看呢自己有没有做对了。 好，那么我们跟同学来复习一下今天的重点。今天我们的关键字其实有两个，一个就是远期外汇交易，另外的话呢就是远期对冲。那么下一讲我们要讲什么呢？来看看下一讲的课程纲要。下一讲我们要跟同学来谈有抛补的套利交易，还有呢远期外汇的投机交易。 那么我们在讲集齐的时候，我们也讲过套利，那么也讲过投机。那么集齐的时候呢，我们讲的套利呢是没有抛补的套利。那么在远期的时候呢，如果做套利的话呢，它就是一种有抛补的、没有风险的套利。好，那么我们期待下讲跟同学再见了。